个。北条岛是挡水，黄岛新青吧。我也觉得很冷，并能吃大多数。这里其实老王给弱，现在吵吵，还不是你那个小王八蛋，不然我刚跑过来、啊。哈哈哈哈哈！气哦！我想看大家要不要学这些。他们没 SP 的吼，我忘记了。好吧，那让他们吃下 SP。不要不要，我要那个蒸汽蒸汽。那这个给这可以吃吗？到底吃了好吗？然后说要骑士啊！巨鲸、跳、铁砂刀、自阳刀法、龙门徒手。等一下好了，感觉在冰这边是冰吧？感觉火的刀法应该会有用。怎么马上就没了？好没了。好，看一下，好像是木的。啊，火应该是，不对啊，火应该是被克靠背。我在想什么？啊，算了，没关系，反正等下打的固定那里，没关系了。看奇迹的。英雄学和春节跳。学个跳舞好了，去跳舞走。长门毒手，妖灵剑法，妙手。干，害我好想学妙手。不行，你学妙手就不能学别的，不要这样。干，妙手很棒哎。妖灵剑法，谁在妖灵剑法？长门毒手你学的。哦，那你哎，要学什么？万象流云掌，保护。长门，你也可以说长门捕手哦，对啊，高山地狱拳，金刚岛一定多。这个，好，你要学好，你要学的。下面还要学，已经没有人不能，没有人可以不学的，一定要学。
住宿。有的时候就学校。学校洗车挺好的，虽然说黑，虽然还不知道怎么用光。木。好，先假设大家都是木工，好，我们来打打看。啊，走，打架打架。可以，应该可以吃草莓吧？只是你会很快就失温了，这样。熊大，哦，这时候就有熊大的说法哎，好搞笑啊！好笑哦，这时候就有熊大这个说法，哪招啊？要入围三点。哎，当然先偷一下屠龙刀，不错不错。我来看赤羊刀法，理论上应该很烂。干，搞什么鬼啊？一开始就拼那么多，请问是在冲他小？啊，果然很烂，我没看到他选赤羊刀法了，靠背。再偷一下，再偷一下，干没了，冷。帮补一下，帮补。是我们要再靠我们神杀刀法。看神杀刀啊，才是正统刀法、啊。看护系剑法，五二水哦，1168赞。哦，还可吧？啊，等一下，叫木林出啊！啊，神仙啊，神仙、啊！哦哦，靠背哦。找他568也可啦，10阵法再刷一下，快点快点，我好回血啊！手上刀手上刀，哦别啊！干贱人沙坦啊，贱人啊，那还痛了吧 ？Fuck you！ 高灵剑法，快点戳死他，快点！快点！干，我觉得小王快死掉了。你走了什么？你不是才来一回合吗？你走屁啊！干！我不懂啊，你走屁啊！不行不行，要死！我算了，周杰，不行不行！干，没有人开保护了，超危险的啊！哦，不要不要啊！若虎。多虎啊！快点，死了两个了，不要！嘎，又死 ，fuck you！ 太痛了吧！哎，又死了！哎，快点，赶紧痛快，快点，快点！我就不该让他学什么赤羊刀法的金牛人啊！啊，全部都让他知道。好，我们来调整一下哦。这挺麻烦。好麻烦。好，但一定要用木头。学些啊。表演剑法，我们要升了。巧就是拿来偷屠龙刀的，可是我教你赤羊刀法，这话不能学啦，什么东西啊？看一下，可以学一下身体好，反正这里还够还够，洗鞋精。
起行走针。啊，那行走针可以回蒸汽，这好像蛮棒的。那学一下。我需要回蒸汽啊。冰心诀啊，你学一下就冰诀好了。不然全都把金的打击制造，这样不行。然后你呢？你要学什么？幻象流云掌，对耶，刚懂了。这几天好像还不错，大家学一下，配合蒸汽也是一样的。好，就这样。然后，他是这个鞋。啊，补一下。105太多了吧，算了，100往上。然后我想回一下，我想试一下看有没有回蒸汽。你放下手机，啊，你马也行，回家哦，随便走个两下，等着等着。有哎、欸，有回耶！哎、欸，太棒了！哦，我好需要这个，走路回蒸汽，哦，我超需要这个，赞赞赞！回来回来，再回一下，快点！好，跑下去就行了。他武器，他想到要放武器，看他属性有没有 A， 有没有克到？好奇，红刃太废了，算了，那这个红刃，那、啊、你得拿什么？两银锥心剑，好没杀哦，这也跟这也没有啊，差不多差不多，武器就这样了。看、啊、回完了没啊？157，快点！你要打架耶，你快点啊，你快点！好哦，161，快点，快点，快啊！快点，快点，赶快回蒸汽！妈的，快点！不然你要怎么打架？假如我真的再打不过，我觉得应该就要回去练武了。好麻烦，要练等。172，快快快快快！184，很好，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再晃一下。快点啊，可真气啊！哇的！好了好了，就这样了，差不多了。走走走，去打架。啊！
我按太快了，抱歉啊。天哪，小翘！小翘，从马上被打智障，快通报他，快！快幺零剑吧，给他戳我去，干戳死他，戳死他！啊，万象有灵爪，如何？好像很痛欸，三百多，好痛。打破要先保护者，我刚没有注意外向有人长，太强了，哦，还不错，一二八三，打对啦。啊，我按错，妈的，这快点，我按太快。操，今天没魔了，你也太快了吧！万下轮掌，血杀刀！啊不，为什么你死得太快了？那这样就算我服了。快点快点，妖灵剑法，砍他！太痛了吧，靠腰五百多滴，中邪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补血，在发怒之前吃你的血。不要，你才来一回合，你不要等一下就走掉哦，你不要这样子哦。天哪，狗屁啊干！啊，五九七，太痛了吧，呵呵。干，看，封底要放回来，发挥出力。完了，我就要去练神了。可恶！你怕屁啦，干！完了，我觉得要去练神了。哦，草普光就有九九零吗？还不错哎。啊！快点，跟他单挑，单挑，快点！好，完了完了，我就要死了！八八五，超痛的！好啦，好啦，快点快点，时间要跑快一点好不好？要死就干脆一点。妈的！算了算了，我们去练等，看这样根本打不赢。把东体换一下。所以现在就是，我要回蒸汽，所有人都给我去学洗蛇精，妈的！快点快点，这次这么重要，不能不回啊！那剩下哦，妖女剑法哦，学起来啊！夹河跳，然后你也来学，然后那你要学什么？学个血影好了。黑蜘蛛青轮长寿哎，来学一下啊。嗯，紫色刀，紫色162，那等一下来什么？大家都要学洗蛇精哈，大家来回 SP 快点，大家来回 SP。然后一定得升一下，你来，大家都要学洗蛇精，这样才不用浪费药。这个，然后我们可以学一下。好，就这样。先存着吧。好了，我们要去练灯了，搞屁啊！我们要去练灯。
我想想，我还是想要给肉。好好好，走。妈的，确定等后面。啊，先喝个水。先走一下回去。哎，我们要进去。看一下，这样。哎，我是没换公体啊，等一下，我好像没有换公体。我没有换。我在换公体。那把宝宝呢？战斗中缓缓的。好了，这不重要。来，大家换几个新号？我忘记换了，抱歉。走路爽，太浪漫，在那边浪费时间。现在有回到吧？这样，有。好，来帮大家讲一下。好用卡的，哪里示范一下？哦，你少太多了吧？蛮吃真气。拿回重心。怎么偷窃失败？怎么会犯下这种错误？瞧瞧啊！拖拉会拿的多层考虑。啊？哎，他跳舞真的很漂亮。啊？不能用？什么东西啊？你死你现在不能用。
啊，怎么没有鱼嘞？鱼嘞？哎哦，鱼在这儿，打啦！我觉得熊爸打鱼很像在打鲤鱼王哎，哇操！打他，把他揍成鲤鱼王，在地上跳。快点找人升级就好了，我们就可以去打架了。耶、yeah, 洛红红升了，太棒了，升了我基本上都可以去打架了，基本上啊，等一下哦，我看看其他的，好像真的啊，真的 SP 有点少哎，等一下，我要先玩什么再换一下。熊爸打超痛，就那种水水加什么的，攻体加上文气之类的加什么。走走走走走。真的升的很好，对，那很好，那快升了，啊对，这五百快升了，二五二，还有五百多点，我看看大家可不可以再学点，啊我先存到好了，那等一下还有空间，啊大家要不要再学点什么呢？哼。再学点什么？那么多，179，加一下攻击吧。看你要打个顺点。要，你要试试先。哦，你要学什么？水沙包，水沙包，对对对，你要水沙包，我想要水包，水包，水沙包。你100点，幺零件吧，再加一下，你加一下，然后没了，啊、什么没了？好，没关系，普通打还是很痛的。然后把它回个血。然后我们就去打架吧，看会不会好一点。等一下我把大家的攻体都调回来，大家的攻体都调回来。好，走。这样应该会好一点。
来打架，抽爆他。先帮佳佳，佳佳好重要的。哎，不要偷打哦，我觉得这样不行啊。好少一点呢，比刚少一点。看打多少，揍爆他！片雪之剑，啊！我刚忘记用跳舞，等下用一下跳舞。幻象游灵掌，哦，别打，真的是别打，我的天哪！我看是不是被打过啊？啊，应该用跳舞吧，这个时候不行啊，不可以用啊，这么衰。哎，别打哦！我劝你别打哦，打打爆不行哦。好吧。啊，忘记开保护了，好妖啊！快保护自己！快保护自己！抱歉抱歉，我忘记按了，忘记按保护了，抱歉。这我跟你说，不可以打傻炮了。懂不懂啊？礼貌。幻象流云掌 ，peace down， 打三位。哦，别啊！不行不行，放回去，放回去，我需要你。走吧啊，快点走吧！应该有机会赢吧？感觉我们要赌很久哎。旁门独守。你老是打他、啊，哦，坏呢，我嘞猫嘞，雷猫，明星，我们要靠我们的团了，保护，先看一下保护，等一下再打，等一下再打。好了，哦，你这个贱人，敢歪八上哎，靠腰啊！天哪！哦，我会被打死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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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他！我生存。快点！不知道死了没啊？血还剩多少啊？靠腰啊！哎耶！
棒了，太棒了！我想说，哇，还要再刷一轮飞行值，烦死了！完了，好可怜哦，熊爸爸没升到盾了，真可怜！熊爸爸爆炸！大哥，我不甘心，我还要车轮战，你要替我活过来，什么意思？啊？谁？哦，小弟，哈？什么？那个三大王的？三宝是他大哥吗？滚回去那个猪头怪！不过还要跟张乔打吧？乔乔，你怎么可以见到朋友为难拔腿就跑？真的，乔乔这坏小孩！好啊，你有义气，我还要跟着我跑，你去跟小夏共患难啊！去啊！天哪，好尴尬哦。人家干甲贼这么多年，经验告诉我，直觉是保命良方，而自觉告诉我，现在小夏很危险，人家好怕，真的好怕。不怕不怕，熊大会保护你的，真的。公子，完了，不会等一下还要跟江小打吧？走了。火狐之女，难道你还不能了解我的心意？什么啦？你想跟他结婚是不是啊？怎样？还是他想要？若虎这几年来何必为我做这么多呢？吴家罗印害人不浅，不要拖累熊爸和乔乔。若虎，我们走吧。啊，还没有。江湖无悔的一种，是往前面记吗？这小虾好大怪力，幸运幸运，巧巧不鸟，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天塌下来都有好朋友偷偷顶着。可是你就这样子的，我不行的，地步无人，该回镖局重新锻炼身体。真的，就刚就你没吸到趴，可怜。哟，我最喜欢揭发神秘失误与冒险。这明亮的姑娘为何要滴血给小虾？要是弄不清楚来龙去脉，我可怎么搞的？还有武当的狗爪子，得靠小虾挡下。你自己可不可以？不要做，你自己搞的。手大手难，这节骨眼打退堂鼓。你不要自己在那边点火，然后自己不收拾好吗？不成不成，朋友有难不能同当，一枝透明露可以行走，可不能给我五羊关节丢脸。可是小虾发飙的时候，我怕你不住，不能保护你。大家听得好感动哦。但是江湖上讲的是一个义字，你不想想看，小虾可能吃了什么神仙姐姐做的仙丹，才有这种怪力爆发的能力？难道熊大不想当天下第一的壮男？你在空撒手？神仙姐姐仙丹，天下第一壮男？好啊。什么啦？看一下大家哦，先帮他扶起来，我怕等下熊大要打架。哎呦，放心放心，赢了就好。江湖无悔是什么？我看一下，什么？土象啊，是情侣合计耶！江湖无悔，虽然名字听起来一点都不情侣合计。我看一下。顺序影是自动字吗？我刚有换，可是我刚没修，是我没修，我才觉得有用。哦，这是自动字耶，好啊，那大家不行不行，那这个大家都要学了。哦，我以为他是要用了才提升的，那不是的。哦，那就大家都学啊。大家都来学了，自动字。自动字，大家学。有号，对，好。91，我想看他的跳保健室。哦，免受致命伤。哦，这个什么？看一下老总，什么216？天哪，太多了！216。把人拍出来。
真的是从从这里开始算哦，这么前面哦。下机了，下机。还没聊一双哦，对哈、哦。大关节，算我最后等级了。要光着腿怕什么？这样找那也蛮合理的。哎呦！99了，不是大家可以翻转。看起来这么下趴，应该要有个什么、啊？看一下有没有？不是吧？什么鬼地方？还没有出口？哇，这么邪啊！哪里？我真的会连刚刚那个出口？是有。
那我要回去，我告诉你。好吧。下来了啊！我被那个，我怎么回家啊？我要上去，让我回家。哇，谁让我回家哦？那、啊、我怎么还在出去？诶、欸，那上去的话我怎么办？我怎么跑去洗？奇怪。瞎吧，不是吧？我想回来看一下有没有宝宝在，有在别的地方，看看看。这样子，哎呦！等一下，我不是不能打。我现在想要知道有没有办法出去。太尴尬了吧！让我出去。真的出不去了吗？
不是这样的吧？你真的出不去了，没有出口啊！这是怎样？我们就要在一个人一辈子在孤独的在这边这样死里活着什么？不是吧？这太过分了吧！这个有地方可以去吗？啊？怎么会？是瞎了吧？应该有地方可以，应该都有地方可以出去啊。等一下，对，我看下我刚刚没有存在外面。有哎、欸，可是我觉得应该又可以出去啊，不然我在这边干嘛？等一下，我查一下，有没有诡异？应该可以出去吧？按错按错，不是这个游戏了，好像有些杂音，是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很啊，我知道可能是为什么哦，啊，好吧，那等一下，因为我现在是用喇叭在开的，所以可能是因为喇叭有收到游戏的音，才这样的。好啦，我换下耳机了，真难。哇，你来的有点迟欸，因为我刚刚把学员打爆了，可是因为我打完学员我跑回来，但是我没有看到出口，现在有点傻眼。耳机应该就不会有杂音了，因为我旁边也没有别的，也没有别的音乐。这样应该没有了吧？没有没有，我打完了啊，我出去了啊，然后但是我又跑回来啊。我想说，我来看一下有宝可以捡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下来是下来了，但是我是没有出口。什么烂东西啊！他们地图可以做再烂一点啊，没关系啊。还是有哦，应该我也觉得应该要有啊，没有真的很瞎哎、欸。还是有哦，很多杂音吗？哦，啊，我都换耳机了，理论上应该要有，理论上，哎呦，因为我没有特别的改，我也没有特别改配置什么。就是啊，不然啊，不是这样，我不然我用耳麦的那种，我用耳麦的麦，怎么都可能买啊？
看一下，我换一下麦哈，看会不会，我看一下 OBS。OBS， 唉，欸，好像还好，好，麦，这样还会有吗？如果还是有的话，那我就没辙了，就是这样了。欸，我帮我按回来。干，这什么烂东西啊？让我回来回却没有出口。哦，没有了，哦，那应该是麦的关系，可能是麦接触不良吧。哦，原来走这边，你可以亮个，它可以亮一个就是出口的那个记号吗？害我像白痴一样，干贱人，是不是很鸡掰欸？什么 problem 啊？啊，算了算了，说话就好了，气死我了，烂东西，真的是很不友善欸，决赛上吊山真的是一个很不友善的游戏，唉，我难过，有没有东西可以走？欸啊，对耶，我这个没有拿，但他又不给上，靠，他还是不给上啊！哦哦，黑蜘蛛哎，嗨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凤儿，你说。他要说什么啊？为父的明了了，什么什么？你好，这么慕容家的兵就是专门用来关丈夫的，后背的事情自己解决，都退下。慕容家的兵就是专门用来关丈夫的，我要笑死了。可是有四个人呢，干，你也太懂了吧？你也太懂自己女儿了吧？天哪，靠腰。你要走了吗？嗯，没有别的话要说。对，混球，难道可以白看？你以为丈夫是这么好讨的吗？你天哪，这家都很坑哎！多留两天，你给我留下，人家才有机会好好表自己。嗯，复仇再生，待查。嗯。你这个死男人，难道对我一点尊严都没有？我从来没有人敢弃我如敝屣，我好恨！我要怎么发泄这股恨意？要跟他打架吗？有了，先让他明白我的好处，死心塌地的爱上我。没错，这时候再将他狠狠抛弃，让他磕一千次脑袋求我也不理他。嗯，这个想法很不容家。嗯。这想法很慕容家可以带我走，哦，他会跟我们走的。你条件这么好，何必来死缠的公子小姐？金枝玉叶，不适合过餐风露宿的苦生活，我们不太方便。哇，好委婉的拒绝人家哦。小女子是他什么人？别来坏我的大事。世家子弟终有一天要跑江湖历练历练，不能天天窝在象牙塔中自满，而且让我加入至少有两大好处。什么？你说说看，快说，有什么好处？一者有钱，有东西吃。蛮实际的，对。哇哇，大小姐随身携带了九个包子呢，真是好气啊！好棒好棒，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媳妇，这种伙伴不加入岂不可及？嗯，熊猫马上就会收买了，知道媳妇最棒，孺子可教也。哈哈哈，财大气粗哎，熊大智能接近犬类，可以用肉包的驯服。嗯，对。还有什么好处？我身怀家父所残，轻功绝学，只要以我为排头。什么是要以你为排头？哦，搞屁呀，啊！腾上跃下如履平地。什么？那我那边学天玉虫像智障一样是怎样？干！世间至宝多藏于高远之处，没有我是拿不到的。好欸好欸，我的搜索能力加上媳凤姑娘的轻功绝学，世间至宝进入口袋，这只有完美两字可以形容，这种伙伴不加入岂不可惜？知道媳凤完美，孺子可教也。看，我真的要笑死。草草见钱眼开，对神奇宝物毫无抵抗力。你们醒醒啊，不能这样就被收买。我觉得还不错啊，你又没办法用轻功，他们真的很贱，不让你用轻功。
黑台屋顶上和宝箱有五娘的情妇，九阳天怒曲啊，是乐师啊，啊，原来黑旗风是乐师。嘿，挖机挖机，我看到那个看很久了，只是都拿不到。一切等在战斗中给予各位绝大的助力。姑娘既然有意改进自满的坏习惯，跟着我们出去见见世面也是好的。公子，你这是宽宏大量。没有没有，我只想要宝箱而已，其实还好，我只想要宝箱，我看了很久都拿不到，我快气死了。哼，江霞，从今儿起，你已经一只脚踏上本姑娘不好的爱情楼皇，爱情楼皇，哈哈，爱情楼皇，这个词，哈哈，干，我要笑死了。啊啊，怎么切过来？不行，我还想用轻功哎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好，我真没想到吧，你儿子取来的辟邪玉，让我克服冥运宫的寒毒难关，冀州妖师传我的傀儡术，经过公园，终于让你死心塌地听命我。你要他做什么啊？看过本本都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，对吧？呵呵。是时候了，你们父子该好好同生共命，用鲜血付出我的复仇之道。好中二哦，天哪！哦，笑哦。哈，哎呀，从心里有人怎么在这？爹爹，你们都不知道你爹是个坏东西吗？他终于知道了。爹爹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！果真如此，这些年来解心恨算什么？嫉妒心恨的我又算什么？就说你要再多出去看看世面了，大小姐。娘说过，不要多过问爹爹的事情，我什么都没听到，对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唉，小心点哦。悔恨吧，心恨，这是你对我漠然不顾的报应。干，不是他的错啦，找错人了，好吗？哇，好尴尬哦。心恨，有新任务要你去办，干嘛？应父请说。此刻启程赴江南桃花谷。哎，你不能这样子好不好？怎么可以这样见人？干，你才见吧，他妈的。将见人张晋还有霍总江夏处死。哦，你不能这样。此行绝非雨，我派体面人帮助你。啊啊，是江无缺。啊，干干，哇，完了完了。一人之力足矣，人多碍事。江小鱼一家与宜昌的轩辕三光有深交，昙花谷不知有不知什么金光，你可以先去探探口风。是，哇哇，哦，我穿的还蛮，哈，什么啦？我要切回去，我要去九兽山庄拿宝。你这个哦，为什么啦？哎呦，我想要去拿宝物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切？很难过，我想要拿宝物，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先上宜昌太太轩辕双杠，干！少主一路杀敌制胜，荣耀筹黄千秋霸业，假赛啦干！哇，你们是怎样的邪教哦？啊！我家想去拿宝物，为什么要蹲在这里？来，我看看大家学得如何哦。看大家会什么？妖灵剑法、无月剑法。嗯哼，啊，你会什么？哇，进长哎！哦哟，我很想拿宝物哦，我才不想要那个。我现在不想走这条线啦，你走开啦！我看，灵远灵点。太多了吧，1564哎，中邪了！哦，好多哦，落叶归根。哇，叫花无缺去杀江小鱼的老婆，干这个贱人！哇，1314点哎，天哪，好像应该先来升一下。啊，先把心法都学一学。还有什么可以选呢？断空剑法，好像很酷。金象剑法，招式优美，以迅雷之速由上上下撩起，怎么有种神选择的感觉？配合如水龙般的破空气劲，将对方敌方彻底的贯穿过去。好不？哦，
感觉学一下反击好了。唉，好难过，害我现在好不想练，好不想练他们哦，气死我了。我想要拿宝物，拿完宝物再让再到这里来不就好了吗？为什么要这样子了？唉，我看看还有什么可以学的。哦，回春诀，回春诀很棒啦，学一下吼。我想要拿宝物，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唉，完了！现在重生友，我觉得重生友一定超挣，重生友一定超挣扎的、啊，他超尴尬的，他就知道那个铁面是花无缺，还要跟他去，还要跟简心恨一起去，天哪，好尴尬哦！唉，怎么那么尴尬？啊，这边抽出来应该很挣扎。我们先回家看，回房间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。哦，现在很提不起劲往他们线嘞，可恶。房间有没有什么新东西啊？好像没有啊，怎么连插桶都没了？靠腰啊 ！Why？ 可以换铁面吗？欸，可以耶。看他的面具，那铁面长得好，有没有大图啊？哦，有欸，我想说他铁面看小图实在是看不出来怎么样。哦，这样其实还是看得到脸啊，怎么？嗯，丑黄变的品味，有一种机甲战队的感觉。好、哦，好，丑黄变的品味呢，我刚拿什么？是药草之类的吗？我刚才随便按了一下空白键，完全没有注意啊。看，解心恨，你没有发现人不见了吗？快快，我把它切成。你有没有发现人不见了？快点，快想起一点什么 ，OK？ 哎，解心恨，我都带你来地牢了，你聪明一点啊，你聪明一点。嗨，祝小姐和少主旗开得胜，让天下人皆知丑皇殿威风。真是啊，等，哎呦，鬼师傅，鬼师傅，哎，哎呀，鬼师傅，你哪里迪迦？你是什么东鬼东西？半路杀出来找咱们晦气？啰嗦什么？看剑！哦哟，3000多哎，好强哦！天哪、啊，龙翔断九天，哦，是棍法哦，5000哎，好强哦，哦，我觉得好糟哦，天哪、啊！
红飞川精灵 ，Amy 死能，哇，这个屌虐，再看星云剑法是吧？五域剑法，嗯，五域剑法真的是蛮普通的。五月哦，你的五月剑法、哦，哇塞，你五月剑法有八等哎，太强了吧！来看一下，啊，五月剑法到八等还是差不多，好普通。算空剑法，嗯，普通。哎，干什么干什么？哎呀，我现在很认真在想，他是不是长小鱼之类的？啊，你血多少啊？那我用几千滴在打了。明玉宫的内力，哇！你认得出我是谁吗？嗯，不讲话。你在那里嘀咕些什么？放招过来！看来你也受真人操控，今日且罢。谁呀？谁呀？哦，他应该是先去跟轩辕三公知会了一下吧。你们不能走 ，OK。我觉得应该普攻就超强的啊！丑心流你自己你怎么都打丑心流啊？你们真的很会挑人打哎、欸！好好，不要再打他哦。还有那他还有甩棍的声音哎，这样他哇，他也太那个了吧！他的福利怎么那么多？四海哦，哎，他是先去四海哎，看一下，嗯，你有学回春诀吗？等一下我让你学好了。哎，你也会耶，好。先这样，等一下看看状况。嗯？谁啊？铁战，扰汉云游天下，以武结交江湖豪杰，出临贵宝地，还望赐教。哦，来打架的、啊。再在教喝了半个死神，难道连半根象牙的葱头都挺不出来吗？我孔战士啊，枯木大师苦竹施主逆也脱大，怎样你要跟他打是不是？刘布想必高僧必有七八两异业在身，让老汉见识见识如何。心看心看，有好戏看了，快过来。黑衣鬼贼之机未寻，哪好心情，这是认真。施主所善者为何？莽夫之力而已。林真送你一击如何？哎呦，好哦，狂狮铁战，别让秃子小觑你一拳打死一头牛内劲。哇，一拳可以打死一头牛呢。劲力贯体，如入大海，这老僧何等道行，敢问大师法号？相似写假托个虚号，枯木过耳即忘，过耳即忘。哎呦哎呦，你怎么中招了？死老头，你耍什么妖孽？心恨，你替我出去教训他。哎，你赶快调息调，你都受伤了，先那个啊，先。江湖呢？彪悍不弃，愿过招一二。哇，是一个被隔山打牛，心六你也太衰了吧？怎么会这样啊？借之在斗啊，那你就不要让人家受伤啊！你明明就知道站在你后面，你就贱，你干嘛这样啊？
都有个长骨头的家伙，老汉陪你练练。不会吧，要跟他打架哦。来，龙香断手天，好好伺候你。南海苏麻宫。哇，好痛哦！五岳剑拔。哎、欸，不要打小女孩哦！我的天哪、啊，哎、欸，你不是要跟人家打架吗？你竟然先打弱的，你这样母汤哎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先把弱的打死？傻眼！哦，疯狂108打哦，是这个耶，哈哈。哦呦，还瞬移过来！好小，真有你的，哈哈哈哈！好小是什么？干，这是少写几个字啊！小子，你功夫还可以，但是铁面汉子移花功的内力更上层楼，我很竟然认得出来。自古英雄出少年，老子欣赏你，就传你一招狮子吼吧！啊，物品。让敌人衰落，哎，你学得很快，后会有期。哎，既然不是教打架，既然只是教这种干扰用的，没了吗？哎嗨，世间本来无一事，凡人自喜者尘埃。秃子，你拐着弯骂我吗？干，心里我很衰耶。原想提醒大铁牛，人外有人，道惹然一阵噪耳。女菩萨喜怒。因老登之故而受伤，深感歉意，且受龟甲术，而后多耐着打就是。真的，你真的是给我好好表现一下你的防护增加，算你秃顶的没空脑了。下次别去惹那些凶神恶煞了。真的，你这边害人家受伤，我觉得你是应该表示一些什么。这是客栈，看一下。哎，真的很衰耶。心流真的很衰，心流只是看一下，你有学洗髓功吗？没有，你只有明玉功啊、好吧，我想说，想要叫你帮他合个血，哎、欸，还可以吗？不行啊，你才19点，合个屁呀、啊！哎。你们还是好穷哦，你们还是只有4000块，你们好穷啊！看一下领悟，哎、欸，看一下哦，狮子吼，哦，让敌人衰弱，好、哦，你咧学一下，哎，哎、欸，你也可以学，那你学，然后啊，刚那什么龟甲术。啊，增加啊，也可以，啊，也可以给别人用哎，哇，真不错，太棒了！就是像那个落虎的冰心诀，赶快啊！哎，剩下鉴定哦。哎，你没有穿八卦剑哦。看看四海，直接打招呼。哎、欸，老板，我要先上房。好。
有没有宝物啊？哎，没有没有，我们要进去。哎，客人想要哪一种饰品？哎，有卖饰品的哎。哎，啊你不卖，不好，旁边这个不卖我的东西。哎，好吧，给你。不是啊啊！这个人说他可以卖，然后又不卖我，是在干嘛？干不给卖，贱人！这里的文房四宝品质倒是不输给京城里的四彩宝。还在卖五彩套，好。哎，是这个。还好。哎，是什么？三味甘露丹哦。既然这么大喇喇的就，哦，我就点走了。哎，为什么这些宝都这么明显？啊，大型解药哦。有欸，哇，这边啊，新鲜的玩意儿，这什么？我要来奠定一下什么是新鲜的玩意儿。发着淡绿色光芒的奇异物品，仿佛有着春天的气息。哦，孔明灯哦，哦，孔明灯不错啊。好，我要给，哎，哦，你有装哦。那，你的是什么？你的是孔明灯，那我给吴缺装一下。看你有什么好玩的啊！哦，有弓哎，诛仙宝弩，哇，很厉害哦！看一下，哦，很不错哎。号称射神卡，哎，买一个给他好了。好，装甲。啊！我们要出去，我想看一下第一间，第一间是什么？哎，啊，这还有个石头，哎，怎么不动了？啊，他的床腿叔叔，他说要去移光是吧？好像就是一个大人带小孩嘻哈的感觉，好 easy 啊！这个吗？移光是这个吗？点苍派，哎，就点苍派嚣张一下好了，点苍派的我来啦！点苍派，这是哎，去嚣张一下，来啊！哇！连家残党都不放过的那种，真的强爆了！但是武缺很棒啊，一刀一个，哎，一棍一个，
哇，他我觉得他后面还有那个挥棍的破空气声，我觉得蛮棒的啊。对对对，有那种特别待遇真不错啊。啊好了，也没有真的要进去，我只是看一下。不过看来点伤败火还不错啊，他们还没有被灭门欸，都还有人可以打呢。点仓走了，我去移光是吧，轩辕三光是吧。一棍一个啊，管你是秃驴还是有头毛的，通通打你。哇、我还以为很强，就73而已，普通射他棒、啊、什么，我以为刚才可以打完了，还是靠无缺收尾啊。快点，从16应该可以升等了吧。哎，这个吗？宜昌啊，来了。等一下，我先让仇生友升一个等号，等一下再进去。哇，好强哦！达摩降妖除法，哇靠！而且现在遇到每个敌人，大家都先打仇生友哎，哇靠！大家真的很针对哎，太针对了吧？大家没人想跟无缺打哎、欸，耶、yeah, 来了宜昌，你杀千刀的，没事去跟轩辕三光对赌，输的要卖妻子卖女儿保命，你还是不是男人啊？没有，赌起来的人就是没有在 care 的。轩辕，恶名昭彰啊，轩辕三光，秦献文，以前诸葛家女儿输给轩辕刚刚的事情，就像昨晚发生似的，什么名字来着？不会是巧巧吧？林一大喊说：“那女孩叫巧巧啊！”什么？连惠尔都知晓，连良心不知被狗丢哪去了。要不是那位异族女侠路见不平，城下一家子烂战，我们一家子已经骨肉分离了。都怪我事前没有记录，一进门就沾着毒跑不掉。要是能够重来的话，他是提醒我们要存档，是不是？谢谢哦，谢谢哦。你们其他游戏体验做好一点，这个没有关系啦。你还敢说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哇，恶名昭彰耶，轩辕三光。哦，原来巧巧是人家输给他的哦，我靠。来来来来，哎呀，这温度，这口感，这山农诱惑的感觉怎样。哎，跟我说说您在喝什么吧。哦，你们游戏体验做好一点啊，这个没关系，都知道这个要提醒的，总不把游戏体验做好一点。香嫩可口的刷刷包， QQ 滑滑的豚骨拉面，客人要用些吗？哇、哦、这个时候竟然就有豚骨拉面啊。哦，这是什么明居，哎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哦，我刚以为他们两个在好。刘氏乖女儿不要动，娘要让你明天成为做漂亮的新娘。哇，要嫁女儿呢，娘，女儿舍不得离开你。别说傻话，女孩儿长大总是要嫁的。娘，哎呦，那应该有一些嫁妆什么的吧？哎呦，我这，哎，你应该有一些嫁妆吧？没有吗？可恶，没嫁妆，完了，一定不是嫁什么好。哎，这个宝箱哎，我想开，呜呼！哎，你会吗？你不会，你应该会吧？无缺，你应该会吧？你去轻功，你怎么可能不会？又红又甜的大西瓜哦，鲜美多汁的凤柑橘哦。哦，那水果。何由？咦，这蚂蚁怎么不走了？该不会是一天下来太累了吧？不可能，我们真不是在把他喂饱饱的吗？喂啊，他昏倒了。什么蚂蚁会昏，看得出来昏倒吗？怎么办？轩辕祖师爷给我们的蚂蚁赌神，我们一定要救活他。敢问我觉得他在胡乱你们啊。快我们一起来击败破叔叔，有没有把他压死的？千万不要不要，天哪，完了，我觉得蚂蚁要被压死了。他们是三个白痴啊，他们已经把他压死了，在那边还要继续心肺复苏，干，是白痴啊。500两，
哇，可是他们比较没钱欸，是可以干。我觉得你是，我觉得你有可能是赌钱赌失败了。我觉得是可以给你，但我觉得好吧。你看我就知道赌徒心态，妈的，这些人全都他妈不正常。是什么客房？好，红烧神仙鱼，名菜啊。不用不用，我们不累，我们不累，我们刚刚睡过了。对吗？慈善赌坊啊，看就是那边，我们等一下再去啊。太危险了！我滚水缸玩啊，一二，不知道滚这缸米能不能让我像爹爹一样强壮啊？滚这个要干嘛？赌坊哇，这旗子，这什么？文昌庙哇，这还有庙哎，酷哦！来哦，大家注意看，本人即将表演本世纪最艰难的魔术——吞火。好，吞吞吞，不要光说不练啊！这女的性子可真粗，她是看那么久，却一毛钱也没给，怎样？不行吗？怎么这两个都要讲不破啊？好怪。手好酸，怎么客人看来看去都只有这个怪怪鱼？哈，公子看咋爽吗？如果觉得可以，请给点奖赏吧。哦，文昌庙哎，看一下。哦哟，不倒和尚麻颠，佛在何处？此逆粪区中寻去，与这小庙拜这木头干啥？不如让我去换几瓶小酒喝喝。哇塞，这主持看也是蛮不正经的啊，破戒真啊。这件事是个神秘的地方。好了，哎，我们现在剩三千多块了，在我们白痴的挥霍之后越来越少了。没关系没关系，我们看赌博如何啊。哈哈，小娘，冲杀！小娘，你硬是要得，我已经好久没见识这种赌气堪的女英豪了。谁啊？哦，是你哦！我竟然输了，好像只是你这北七，老你一命不是让你来赌钱的好吗？天哪！刚才这一把你压注也压得太大了，这一输，嘿嘿嘿，你也该一毛不剩了吧？你看，你看，不管。赌诈赌烂，愿赌就得服输。假如能没有其他的资财，今日恐怕得留下当我生人家的人了。草草要解决了吗？可杀不可辱。干嘛干嘛？你要服毒自杀是不是？哈？个老子逼，好像那个黄花姑娘干什么服毒自尽？老子过来是逼赌不逼娼啊！逼赌，对，没错，乔林一身侠气，气人好赌赌债，将来收作干女儿给乔乔作伴，不是甚好吗？乔乔的姐姐，乔乔要姐姐了。哼，刚才咱们都听着了，十赌九输，算是给神隐仙子黄泉路上的一颗教训。两位哪里人士，知道入我家门，赌赢才能脱身的规矩？你家其实还蛮大，虽然不论到底是破旧还是虽然。有略点破旧，可是你家蛮大的啊。有事相问，以赌为凭。哇、哦，你好像很上道吧？很好，你敢开赌，老子就奉陪到底。一注一千两，完了完了。早上我刚刚就干脆直接 loading， 这样我还可以多一千块，是不是？压大小啊，压大吧，随便啦。少侠，你手气背，再拿一千两来赌。一注一千两，哦，好，还没。少侠赢了。要问我什么事情？哇，两千块啊！入桃花谷寻人，何事注意？自从小鱼儿出来后，魏凡从家上门布了机关人阵法。你就这样直接讲吗？你是他朋友啊？你在想什么？问都问到了，还不走？我在赌这女人。哈？你还要再赌哦？
你有恋尸癖吗？看丑丑说真好，小猫小狗就算死赌死猪也拿来吃，要个将死的女人干嘛？姑娘在一旁啰嗦些什么？还要赌我就玩啊，敢找我赌性小心扑的你一干二净。真的虽然他刚没有在 care 这个，你敢？他敢，你看没看过坏人？真的再赌照例折价一注五百两压大小。我再压小好了。少侠你输了，敢字还打错，再拿五百两来赌，再赌照例折价一注五百两，又输了啊！赢了耶！我是一个花钱买女人的感觉，哼，这女人好贵啊！我受欺负你没瞧见吗？活人不顾是赌死人，你有什么理由去妨碍任务？突然想赌，哈哈哈哈！杰西特的，骗鬼，你从来不赌的。对啊，我从来不赌的。自幼失故，见到那架子被救，就像自己被救吗？你为何要出手做人？为何要让我得知此事，心意动摇？他不会死掉啊，他都服毒了，你要帮他解毒吧。早死早好，别碍着爹爹加大任务。不过我操，幸灾乐祸这家伙。哦哟。哦，人真好哎！你可以镇压他毒性。嗯哼，我却有什么不行的呢？哈哈，神奇啊！死前面、臭前面、烂前面，哈哈哈哈！这谁啊？我已经听说了，少侠行行好，救救这位姑娘。干嘛？少侠面色发愁，莫非是不得法？对啦，他已经毒气攻心，去了六魂二魄，要死往救往笑。这样麻烦上下球王本线想办法找位麻颠大啊，找那个九和尚，对他疯疯癫癫的行为请一切忍耐。现在只有他能救我一家子二人了。所以刚他们家是华金九的哦，所以就是替那堆人。替那一家人，然后去跟轩辕三公赌，是不是？这四个善心人，你该不会还要钱吧？吃屎啊！五百两，谁跟你没事要五百两？你们现在服务术成功了没啊？白吃屎，心肺复苏术。好，我先去尿尿，我等一下回来。
好，我回来了。他说要找那个风和尚。嘿、hey, ，Hello。嗯。一身屎志寻清愁，两只眼睛苦狗屎，三条原石线何曾断，四根蹄子徒奔波。怎样？这秃驴唱什么一二三四调？不解，敢问大师。五脏毒藏将烂坏，六脉阴气续生机，七身金阳寒蝉鸣，八宿白菊清明剂，是要白菊吧？七日夜巡，九天玄女下凡来，十重铁山埋仙华。铁山何处寻？仙花又何名？铿锵铿锵铿锵锵。西北有三名铁站，欧呸欧呸欧呸呸，什么鬼？仙华荼毒，饮水露，水露花吗？赴西北方的铁站山寻水露仙花，吐出毒意，晚辈告辞。卖半根虎爪的刘飞尘，什么？武当能人多情剑，左阳一带，急着送死去吧。厉害吗？点心好，还蛮聪明的嘛。等着爱情的男女痴迷程度，连观音大师都开解不了，你说呢？他就在说九金河爱上人家了吗？狱卒之女尚不该觉，而后还系着多条人命，传汝一首左右逢源，此行甚之。哈，普通空气哦，谢谢大师。哇，你好像很赚很赚哦，你很得他缘哎，你只是跟他讲话，他就愿意传授你武功，太赚了吧。哎，前面怎么不见了？吴圈啊，吴圈，你去哪里了？我来看一下，左右逢源是吧？这个，啊，吴缺嘞，吴缺，你怎么不见了？吴缺，吴缺在你这吗？快说，我们超市，我盖，你家有什么东西啊？啥都没有，哈？我还要写什么？赌技伤财，不能伤心，不赌哪知十赌九输，感还蛮好笑。快快来赌哦，快快来赌，不赌伤心，赌钱伤财，傻笑。哎，我们家的无缺呢？无缺，你怎么不见了？哎，你们刚刚没走下来，看一下。南北杂户，这干嘛？老板真行，真行真行，样样行，武器道具样样精。客人，哎，客人，听有没有比较想买？嗯，还不错啦。说想买倒是还好，哎，我去开个门。
类。为什么？嗯，单调。我的东西超绝超棒，没得比。这名字太懒了吧？克刚肉是不买，嘿嘿，包管后悔到死。啊，屠龙刀哎，我刚其实还没看屠龙刀。嗯，可是你们都不能买，天哪！哎，我没有钱了啊！我们现在身上变零块钱，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我却把我们的钱都带走了吗？啊，我没有钱了，为什么？哎，为什么我们怎么突然什么都没有了？呼呼呼呼呼，哎，是怎样啦？哎，真是打架跟人家拿一点钱来了。西北方哦，怎么会？无缺怎么消失了？无缺啊！西北方是这吗？嗯，铁扇三，嗯，这吗？感觉很远耶，好像不是这。咋，没有铁面人知道玩什么？哎呀，你快死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死了！我是没有独自升级啊，反正回个血。铁战山在哪呀？哎呦！血损太快吧，攻体不一样吗？嗯，哦，这么远哦，这吗？欸，真的耶。哦，哦，好迷幻的音乐哦。嗯，好多人哦。再帮回个血。啊，好想偷他东西哦，一定有东西可以偷。
哇，感觉应该有武器可以投。打他，打他！哇、哦，陈星河好棒、哦！陈星河努力一点啊！这是什么？香华银环甲，感觉是首饰那种可以穿的。看一下，嗯，看一下，哦，湘江地区为庆祝湘绣成功而特别打造的纯银战甲，除纪念功能外，保护能力也不错，还可以提升新人的抵抗力。哦，就穿它了。我帮你换个弓体啊，你的弓体太废了，换一个换。嗯，不动神弓，这样该会好一点。嗯，啊，要飞吗？哦，怎么长那么奇怪啊？你长得有点像僵尸哎。有没有宝物可以拿呢？哎呦，好想偷东西哦，不然偷东西好无聊哦。哎，解心看你又快死了，解心看别死啊！不是不是不是，我按错了，我按错了。我本来要花用回春诀的，靠腰。哎、欸，没关系，你升等了，那就没问题了。好，哎，有宝物哎！啊，这样都不能躲敌人，人都看不到。哎，这样给不给上啊？让我上去啊！哎，我要上去哦哟！
奇妙的剑。什么是奇妙的剑？剑上闪烁七彩华光，但是却没有尖锋。彩虹剑吗？烈焰魔，哦，好像很屌欸。啊，什么？还好欸，熟面包。怎样，是很厉害的面包吗？你们是去哪里啊？哦，是哦。等一下啦。好。哎，啊，烈焰魔剑是好像很强哎。盘古轩辕剑。哦，以地州火成岩矿石所铸，刀成巨石，在交战时会逐渐提升温度，最后剑体通红，连尖锐布料都会燃烧。哇塞，打火石，我真的感觉很烫。铁战山洞，等一下打。哎呦，你们一下碰到人，吓死我了。好了，别再打了，贱人，戳杀！啊，烈焰魔剑好像还好。哎，别再打了，别再打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偷心柳啊，耐心小跳啊。那什么麻麻的弓，哎呦，空空换应该是给你用的闪击弓。来看看啊，练麻麻的弓是什么东西儿。此弓的特殊就是在于其剑触形貌有如闪电，且弓身轻，适合各种体型的人使用。我觉得还好，才两点而已，我觉得还好，我觉得这件弓比较棒。看能不能学一下。现在可以学剑柄，可以学吗？好，把其他学一学啊。红飞穿云剑，然后回身诀学一下。过不去了。哎，真的有灯笼哎，这什么啊？哼哼。是怎样？是要不要让我下去？哎呦，打屁呀！打啥？怎么没有？哎呦，有了！哎，多了那个星星了。别打了，来看我咬你。哎耶，升了。很好 ，good。我看就是往左边的。懒得打了，快点！什么？还撤退失败？天哪，这些人在干什么？哎，有宝物。
方法冲杀冲杀。宝物哎，快快捡起来！哎哎，上去会不会上？雪风草，是这个吗？雪谷，看看有没有别的东西。哎，没了，到底了。下面钢屋，走了走了，懒得跟他们讲那么多。哎，麻烦欸，都不能逃离敌人，讨厌。啊，不是，我按撤退哦。哦，姐姐要被打死啊！哦，他可以打一下，蛮厉害。Good。嗯，这我们刚来的地方吗？嗯。走了，走了。哎，解心恨哦！搞什么啊？什么？你们也失败吗？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等一下，真的很麻烦哎。啊，撤退失败。好吧，我们只好打他们了。劈他！锅，他很怕金哦。我有水哦。红飞穿云箭，千军万马来相见。打他打他！我觉得他们怕金鱼，我还是瞧瞧。我看他配他，他配金是什么？紫脉心法。看会不会好一点？177耶，嗯哼，变痛了。哎，啊，真心挂了。啊，抱歉啊，真心恨。穿云箭射他，哎呦，嗯，等一下有人打给我，喂，干嘛？在哪里？哦，你说我找不到家哦？是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好哦，哦，好，拜拜。还没，等一下，有啦，你自己翻一下。哦，没有，爸爸好像要读卫生之类的，他来问，可能要读。有啦，我没用完啊，有啊。干嘛？啊？可以啊，嗯，哦，再看状况啊，哦，那你再问他啊，嗯，好，拜拜，
我等一下可能会先关，因为等一下要出去。看看看，等一下，我还不确定什么时候啊，但是就是等一下的事情。嗯，等一下。啊？什么？豆腐怎样？哦，可以啊。没关系，你想你看你啊，你想都可以，没关系啊，随便你啊。我不知道收音收不收不到，因为我还蛮好奇的。我第一次用耳麦，用这只耳麦实况。啊，我还没有把公主换回来，对不对？还有魏征他加冰糖，这是什么？这样是会比较好喝吗？等一下，我忘记把他的公主换回来，而且姐现在没死，太好笑了吧？你很棒哦，姐青恨。张冰糖会怎么听起来有种台南口味的感觉啊？我不知道歧视台南人，只是怎么有种就是台南口味的感觉。我没有这样加过啊，应该这样，我没有这样加过。我代表那代表他收音收的还蛮好的，出乎我意料。这加冰糖不就是会喝起来甜甜的吗？嗯，五欲剑法。会，哦，对，我知道他们有的会加糖，就是有点像是提味的感觉啊，就是像有点像就是。吃西瓜加点盐巴那种就是衬托的感觉吗？应该像有点那种感觉。哦，然后中南部换我出来，好想再去台南哦。哎台南好多吃的哦，好棒哦。我要上去，哎，不是我怎么上去吗？怎么上不去？哦哟，不要再打了，麻烦了。我之前从大概十月中吧，然后我跟我朋友就是去了台南一趟，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很丧心病狂，就是每天都一定要喝一碗牛肉汤。超疯，超级，就是也没有一定要哪一家，只是就是我们就是一定会喝到一碗这样，就是随便就是路上看到都、哦、看就 Google 一下，看附近有哪边有哪一间牛肉汤，就哦好，然后就哦哎这附近有间，然后就这个，然后我、哦、在哪边怎么去哦好，然后我们就去喝这样。超神经病的，超爽的。有听说有些很雷，嗯，雷的牛肉汤，我记得我在台南有喝过一个，真的算比较算雷的牛肉汤，就是那种夜市的那种，就是我们那种忘记我们去哪一间，就是不是这次啊，就是之前我们有去，我们那时候去了，我们那时候就是晚上去夜市嘛，然后我们想说，哎、欸，什么晚上那是夜市，哎、欸，那家夜市的牛肉汤怎么样？然后夜市，然后我们就去，刚好看到有一间。摊子有卖牛肉汤，然后我们就去喝了这样子，然后就发现，嗯，不过那间的牛肉汤就真的很不怎么样，就真的算雷的。然后我像我们这次就是我们就是路就是像那种路过就吃，然后我们，然后还有一间是我们就是有特地再去吃这样。等一下我先看一下我要干嘛，忘记了，回春局。
然后我们现在我们这次喝的话，我觉得就是你，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我喝的感觉就是每一家的口味不一样，就是像有一些就是有一些他们就是说哦，就是说哦，比如说我们就是肉，就是我们真的就是牛肉汤这样，然后但有些可能就是会再加，有些可能是口味上，比如说偏甜，或是可能偏咸，然后有的就是比如说他们可能会再加一些什么比如说药膳，就是口味不一样，但是他们都是牛肉汤这样，就是你也不会觉得难喝啦这样，就是口味不一样。我那时候我记得在台南，我一喝到觉得雷的就是夜市这种摊贩的。哦，我朋友倒是他，所以我们那时候喝牛肉汤，就是他都是每去一点点，他一定会沾那个酱油膏，他一定会要沾，就是他一定要再拿一碟，就是拿一小碟酱油膏沾这样子。他好像蛮喜欢，就是那个台南酱油膏的那个味道，就那种有点甜，就是那种甜甜的酱油膏。这样往上还往下、啊？哦，还是会往上哦。哎，那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啊，有宝箱哎！不行不行，我拿宝箱。然后我们那时候去台南，我们排行程就是都是排吃的，没有在就是我们基本上没有排景点，我们那时候排就是哦这边有吃哦，那我们去这里，这边有吃哦，那我们就去这里。虽然后来我们去的时候，我们还是有去一些景点，然后我们就是，但我们就不是预先排的，我们就是。就是那时候顾客说，这边好啊，这边好像比如说哦，这边有个博物馆哦，那好哦，那我们现在有这个时间，那我们去一下这样子，我们就是那种临很，就是我们很临时起意才去，我们今天就是去这种的，就都不是预先排，我们唯一预先排就是哦，这边可以吃哦，这边可以吃，这边可以吃。还蛮爽的啊，但就是对，就是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在去之前，然后跟我哥说，他说哦，就跟我哥说，就是我哪几天会去台南这样子，然后我哥听了，他就说，他听了我要去台南这件事，然后马上就是脸色就是非常凝重，然后一脸很严肃的跟我讲说，妹妹你这样不行，我对他说啊。怎样去台南怎样了吗？怎样不行是不是？哪边不行？然后他就说：“你这样子，三餐都会吃得饱饱的。”然后我就你确定只有三餐吗？去我们去台南没有在那个的、啊，我们没有在。没有什么一日三餐，我都是一日三餐起，我们是变三餐起跳。啊，要飞了是不是？飞哦！哎，好难打哦！我不想打架了，好麻烦。
没事。回归讯息，等我一下。在吵什么？等一下，干，可恶！我想拿耳机下来听在吵什么，结果就没了。怎样？这什么？往哪边？山洞。哇，这山谷竟然有灯笼哎！谁会来点灯？哎，是蛇蛇哎。哦，感觉这边有好多东西可以偷，我都买。没有妙手，好想要玩妙手、哦。哎，这什么？黄连？这什么？琼丹妙露？这什么？看一下。哦，哎呦，大不要哎。哎、欸，我看三米，等到了十年，终于等到了，干嘛？哇，这什么？天山雪莲吗？水陆鲜花，你也是的，据说是九天玄女遗留下的奇花，十年一开，配合药方可以美容养颜，令黑皮肤转为粉嫩净白。哇塞，怎这么厉害啊？老秃头没说这功效，我抢来用好了。真的真的，女生应该会喜欢。让给我，我在此苦守十年，为了就是让我得皮肤病的未婚妻终尽恢复原状。哇，现在还写名字，这之后也会出现，是不是？我家族，我师门才能同意这档婚事。是怎样？他该不会是黑皮肤，所以你要把他漂白才可以跟他结婚？不会吧，这太政治不正确了吧？我的天哪，让，凭什么？凭我手中之剑，哦，水星哥真是没来客气的。思念你直到永远，哇，妖灵剑法，看看状况。红飞穿云剑，这个时代的婚姻怎么那么情势合物？哇，你的都是这个组合的吗？哦，断空剑法比较强哎。那你就用端空间吧。雅静我爱你，等一下，他不是叫中静吗？天哪，你这个你是哦，抓到了，哎呦，叫错名字了哟。雅静是谁啊？我说那个雅静，是谁啊？方便跟我说说吗？他不是叫中静吗？怎么变雅静了呀？嘿，还金枝曲怎么思念你直到永远？哎呦，我都要吐了！情是何物？哇，你还死得出来啊！我的天，你好像有鬼哦！好，不要再打他了，很痛哎、欸！你每个人都在打重新的，我真的很过分哎、欸。南海苏麻宫，你看雅静我爱你，你看雅静我爱你，雅静，我干，太过分了吧！
劈死他，快点！解线快劈死他，劈这个渣男，劈死他，劈死他！哈哈，嫩逼！会不会打架？好了啦，渣男！好了啦，还敢在那边问情势何物？先问问你自己吧，施主。先跟我说说我那个雅静是谁？我等一下打完他，然后应该差不多就要关了。如果我打得完的话，我觉得两个人消好慢哦。刚才打雪原四个人消就很快啊。雅静，我爱你，你看又出现了，这不是渣男是什么？天哪，头心流！我刚忘记慢慢补血，抱歉抱歉。啊！不要啊！被雅静我爱你劈死了，干！干！死掉永远嘞！啊死了啊！好，我再打一次，看能不能打赢。没打赢就算了，没打赢我就关了。啊，应该是要配金吧？我看一下，工体的不动神功，然后他刚打是什么？刚是金打他很痛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换金的试试看。紫脉心法，好。等一下。谢谢了。真想知道那个雅静是谁呢？雅静，我们再来对一下，是不是真的？是应该不是我们看错吧？看未婚病，未婚妻叫什么？叫钟静，钟静，我没有看错啊。看雅静，我爱你，靠腰啊！劈死他，快点！妈的，贱人，还敢问情势何物？看你还问得出来，吃屎吧！你看，雅静。快点快点快点，我要出门了，快点打，快点打，快点哎，我说那个雅静该不会皮肤很白吧？不会是这样吧？该不会是这样吧？
不知羞耻，快点打死这个不知羞耻的东西，不知羞耻。南海苏麻弓，啊啊，玩错了，抱歉啊。不要哦哟，干，就算换攻体他还是打300多滴耶，他妈的。好了啦，全世界都知道你爱雅静啦，好不好啊？比较好爱雅静啊，比较好爱雅静啊。中静勒，你该不是为了，你该不会就是为了贪图人家的财产才跟他结婚的吧？干，我输了一个渣男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开到这，我要准备出门了。好，我们就先这样哈，我们下次再搞定这个他妈的臭渣男。哦，真是受不了哎！好了好，那我先关了哈，拜拜。